邮局北面哪有小巷子、啊？有了吗？什么声音？哦，帅哥，你有钥匙？什么钥匙？哦，你有邮局的钥匙啊？我是要找，那个呢。关机啦，先打，先捡一下里面的东西吧。我靠！拉一下，拉一下！靠北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致命道具，帮我捡一下。致命道具，有玩家声音呢，这又怎么样啦？过不去。这台车就是玩家。对，还有一个复活。哎呦，错了，哇，这里也太多，东西了吧？在外面北边，我也不知道，等一下去找一下。好多钥匙哎、欸！旁边有一个包包，看有没有人要。大包。嗯。不知道他这个是什么。然后有人开 UAV。邮局这么富，邮局就是反正只要是有地标用钥匙开的，化学用钥匙开的都蛮肥的啦。邮局北面，邮局北方的萨尔瓦纳饭店。萨尔瓦纳饭店会不会是这一间啊？邮局里面都收完了吗？收完了，我去那边看看，那个是不是萨尔瓦纳饭店？我们旁边有人撤离，哦，
我要飞过去咯，你要开车过去，开你把车开过去好了，应该是这间吧，这看起来就比较像饭店。那、啊、你刚不是有那个地图？你们是看一下这间是不是什么饭店的？应该是吧，看起来就很像饭店啊。我靠！他妈也太痛了吧！北面，我又听到杂音了。北面巷弄，那个悬赏一队玩家，并带回特战队装备的任务，你做了吗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后方巷弄里的，他的后方是，后方是哪一边是后方？干你妈！我怎么知道他的后方是哪一边？等一下，但是也要确定这个是，这个就是那个饭店啊。我怎么知道他的后方？哎、欸，你车子有人开、欸，中间车子有人开、欸。玩家，救命哦！你有 UAV 吗？他在里面，这个广场里面。我没有假，我没有假，我没有假。开那个特斯拉，哎、欸，有炸到是不是？车子要爆了，车子要爆了！在哪里啊？这没看到人呢、欸。看到人了，他跑到上面去了，是不是？那你刚刚怎么击倒的啊？他跳下去了，他跳下去了。